不要赌天意，也不要猜人心。天意你赌不起，人心你猜不透。人的一生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，踏实一点，务实一些，和谁在一起轻松就和谁在一起，追不上的不追，背不动的放下，看不惯的删除，渐行渐远的随意，不属于自己的不要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听最想听的声音，见最想见的人，如此简单。人这一辈子只能说，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，有些事是情理之中的，有些事是难以控制的，有些事是不尽人意的，有些事是不合逻辑的，有些事是恍然大悟的。但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别忘了自己的本心，自己的良心，自己的性格，自己的原则。见得越多，看得越开，学得越多，看得越远，不会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，不会再为想不开的烦心事而彻夜不眠，不会再为看不惯的人和事而据理力争。因为万千不解终不解，人生快乐有几何。又是一年，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，自己活得已经不是年龄，而是一种心态。